我觉得走路痛也是我心中觉得一个蛮奇怪的一个频道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创作方式跟人的连结太低了。可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个效果的话，你这个人就要亲自再站到台前来，走路痛本人，大家都有发现他其实长得蛮帅的，所以我都觉得他应该走到台前来才对。好哦，好啦，总之呢，上周我受邀去美国加州参加一场嘉年华，很多人问我出国时猫咪怎么办，我个人是买了一台自动喂食机跟他们视讯，不是工厂啦，我只是很怕他们会吃了我的床，然后我吃了罐皮克，饿了飞果汁就飞起来了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，总之飞了11小时我就到了暴雪嘉年华会场，刚好今年嘉年华出的芯片让全场非常感动，大概像这样。一天就这样过完了，我回到饭店发觉找不到吹风机，饭店景色很不错，墙上充满了浪花跟我的头发一样。睡前我刚好听到了一段直播，不知是不是时差作祟，我竟然彻夜难眠。跟人的连结太低了。人的连结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跟室友的轻柔呼吸一样，让我脑海荡漾甚至沸腾。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内容方式不容易让人家对他这个人产生认同感。呱吉说，比起单纯的影片，观众会更倾向喜欢一个人，进而产生共鸣。然而我却活在这个逻辑的另一端，比起让自己被看见，我总觉得世上有更多可爱的东西值得一看，甚至值得推荐。宅文创说书人，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与使命。我深深害怕着自己走到台前，反而模糊作品本身的焦点。如果你想看到一个男孩坐在沙发前拿着商品滔滔不绝，对不起，我家没有沙发，而且我更相信一件事。你在讨论是什么？头痛的影片是当时最好笑，他们最喜欢的一支。他对频道的经营也的确是非常的用心。而且我觉得他做影片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认真，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必须要去思考，那到底这个时间点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人家产生一个认同的东西。我不是一张脸，一个人，一个声音，我就是走路痛，我就是我所热爱的，我所分享的一切。我喜欢猫咪、桌游、绘本、布袋戏、暴雪的卡片游戏，当然还有品客洋芋片、花无底、社会新包装、正义联盟、正义魔人五人组，分别是有钱人、魔法少女以及另外三位快乐伙伴。买2罐再传简讯就抽狗狗搂住，把你家的汽车烧了吧，边吃品客边骑狗狗搂住就对了。这集这么感性，当然就没有抽奖啦，赞赞。